大家好，我是古丽，我在山东。哇，这两天下雨，搞得院子里面、房子里面都特别的脏，都是泥巴。我今天上午打扫了一上午，这会儿看着干净多了。今天中午我打算做个砂锅，家里面有上次买回来还没有吃完的土粉儿，在这儿呢，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。我准备了一点家里面有的食材，鸡肉、青椒、海带，还有这个土豆粉、木耳、蒜、葱和蘑菇，然后还有一小块火锅底料。你要做吗？你小宝贝儿嘞，你真可爱，做吧。起锅烧油，先加这个葱和蒜。哇，好香！熟了，怎么看着不像人家做的砂锅呀？完了，家人们，你们看能不能看见？就是蜜蜂，有点太远了，是吧？你们知道小孩干了个啥吗？就是我们不是有这种都里面装的是蜜蜂，然后放到那个草莓棚里面，给那个草莓的花授粉吗？然后王小木同学把他的就是门给打开了，然后现在弄得满院子全是蜜蜂，大哥搁那想办法呢。哎，先吃饭吧，先。好，我大哥还在外面弄了个蜜蜂，看想办法把它弄出去，或者弄没，要不然待会儿把台遮着你。你看你，好，你在这。吃粉粉，你说粉粉，粉粉，有点潮，我给他倒一点温水，给他涮一下，有点辣。没多少水吧？我那防水，水多的孩子不热。没事，不热，刚好。拿一个小碗倒碗里。哎，吃饭不是很辣？吃饭了。我不知道，没打电话。有嘞，他们来不了。辣哦，我帮你涮涮啊。我的。好，涮涮就不辣啊。我吃的还够不够？那还有一碗。大哥，你觉得香不香？还可以吧。嗯。你是什么意思？这么敷衍吗？我忙了一早上。好吧。哎，但是脸都小了，又瘦了。我们为的就是跟姥姥变好啊。嗯。你看我这么多天还没吃饱，都吃了好多了。喝水呢？我感觉我脸都小了，现在。那你天天不吃饭，你脸不小啊？吃饱啦，那好吧，今天就录到这里，再见，拜拜。